骑车会晃没喝酒吧？你先停旁边那边就好。哦，这酒味很重，女生有喝而已哦。他喝而已。啊，你没喝哦？我没喝，我没喝，我确认一下。喝什么酒？酒味超重哎。他有喝而已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说他酒味很重啊，所以我说喝什么酒？来，过气，吹气。你有喝啊？下来。看酒测是多少啊？1.65。那个十一保护管束哦，前一个小时0.17而已，跑成这样，正常人会跑。你们敲啊，你们要敲。你要不要回去看行车记录器，看你怎么跑的？你是正常人吧，还是你不正常？我正常。对啊，你以为你是怎样？有案在身吗？就只是个酒驾，哎，糟糕呢。酒驾很大条喽。很大条，那你撞死人不大条是不是啊？还是你自己被撞死不大条？本所员警日前深夜巡逻行经仁武区纯关路时，发现一辆自小客车未依规定使用雾灯，欲上前拦查，不料驾驶冯兰竟加速逃逸，冯兰沿路闯红灯，跨越双黄线与警急回转，警方开启警示灯且保持安全距离尾随，冯兰最终躲进巷内无路可逃。冯兰经实施酒测值超标，为未达公共危险罪标准，警方依规定开立劝导单，并针对闯红灯、未规定使用灯光等多项违规，共计举发19张红单，罚锾金额总计最高达127,200元，也将面临吊扣驾照与汽车牌照6个月。哎，糟糕呢！酒驾很大条喽。很大条？那、你撞死人不大条是不是啊？还是你自己被撞死不大条？开什么玩笑啊！对你危险驾驶的部分。你酒测的部分，我们会给你做一个观测表。观测是什么？可以详细一点。观测表就是做一些平衡测试，做一些画圈。不会。好，车子要开回去了。好 ，OK。